女朋友要减肥，家里不许有零食。又一口。我姐就是有十个脑袋，她也不会想到我把雪碧藏这里。十个脑袋进来。洗衣服呢？衣服呢？洗这个。洗衣服。等等。嗯。里面是什么？洗衣液。气儿呢，刚都喷到我脸上了，还没喝胶水。炸！确定没有了？真没了。我肯定不藏在厕所呀，我又不在厕所吃东西，我藏外边。你在药瓶里面装坚果，你吃感冒用坚果吃呀？笑屁！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真没了，姐，都给你了。是的。真没了？不可能，找也没有啊！是啊，奥利奥碎，你俩真牛逼呀、啊！这不是吃的？那不是你拿着干啥？你给我，这不是吃的？给我拿！这不能吃！你自己要吃的？你俩真是不要脸！谁能想到我们把蛋糕藏在花盆底下？哦吼！吃完了，你还喝汤？面对疾风吧！